你们真的猜不到这只小胖熊有多能吃，这才一个多月已经有别人两三个月的体型了。没办法，你只能打工卖艺养自己了。但是想想好像也别无所长，那就来个吃播吧。盲猜一下啊，这么大的小圆饼它一次可以吃进去多少枚？好了，开始干饭，先给你们浅炫一个。第二枚了，慢点吃慢点吃，尝尝滋味。这个小饼干是不是有点硬啊，很难破防的样子。听他吃饭的声音感觉好开胃啊，怎么办？第三颗了，你这是干嘛啊？能不能堂食不要打包？哎呀好艰难呀，何必要勉强自己。第四颗，可以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好脆。第五颗，这只小熊来者不拒，简直像一个吞币机。现在你们知道投给 UP 主的硬币都去哪儿了吧？请注意前方高萌，带你感受一下小老鼠吃饭吧唧嘴的声音。这已经是第七颗了呀，仔，你还要吃吗？有多少人一直坚持到了这里啊？来扣个一，让我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跟我一样无聊的人。我是真情实感的觉得老鼠啃东西吃的声音好好听。吃完了洗洗脸，这货还挺讲卫生。今日份的卖艺到此结束，因为我的手酸了。